看够了没？你在我来这儿干嘛？拼一把。高中都没毕业，你就想在这儿拼？也没人会雇你吧？我不是来这儿找工作的，我来找我妈。今天我要干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儿。你要干嘛？断绝母子关系啊？我来找她商量件事儿。找她商量事儿，借我来干嘛？ 让你来当个定海神针，怎么听着像门童？所以到底什么事儿？先留个悬念，等事成了再告诉你。哎，要我来镇场子也不是不行，但是大佬出街得有出场费吧？先去吃冰淇淋。去吧，我在这虔诚的为你祈祷，一定能成。 今天来找您，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 NIT 的事儿。干嘛这么严肃啊？我猜不是什么好事，说吧。我不想去 NIT 那上课，我想回计算机省队参加 NOI 竞赛，争取考上京大。这件事，我想了很久了。我想至少先征得您的同意。你想重回省队？ 你是认真的吗？是关乎于未来的选择。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喜欢编程，可是你现在已经高三了，这回再重新开始，会不会来不及啊？是有点晚，但是我想抓紧最后一年的时间试一试。你的意思是想拿这一年来做个赌注？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你赌输了怎么办？NIT 冰淇淋有着落了吗？没成啊。走，带你去吃冰淇淋。嗯。所以，你妈同意你学计算机啦？嗯。之前为什么不同意？他们想让我学商科。所以，你是想创业当老板？ 看不出来嘛，加大业大。所以你之后怎么打算？你要跟我一起去参加京大冬令营吗？不，我想先回去找我省队老师，看看能不能重新归队。任重道远，希望你不要让我熬成在京大等你的学姐。说不定是学妹呢。说什么呢你？嗯。嘿嘿。